新闻首先来关心嘉义县的消息。嘉义县113年全国运动会今仔日15号登场，19号举行开幕仪式。今仔日县长翁章梁率队前往番禄乡指挥时参与盛会舞会初会典礼。番禄乡长萧朴新、县议员曾俊杰等人做会热情参与。盛会将为今仔日指挥时出发，将伫3天内绕行全国。上乡祈福伫半山岩指挥时，盛会传递万路通，迎上乡礼，拜拜。这个的盛会由县长翁章梁来点燃，说来传递给指挥时蜜蜂主委，还有民和国中代表选手。盛会对指挥时来出发，说来连3天。游行全关18乡镇，接指挥时观音菩萨的保庇下，让比赛选手可以发挥实力，展现亮眼的成绩。嘉义县运动大会就是咱俗称讲叫做冠运呐。那今年在3月19号那举行，那一共有7000多个选手共同参与，那19项的运动项目啊。那县令可以说是前线规模最大。参与人士最多的一个运动盛事啊，那所以会当讲今仔正欢喜来到咱番禄半天岩指挥时，那取圣火的母火，那开始要绕行18个乡镇市，那透过这种取圣火的仪式，那能够让整个运动，那让18乡镇市知道，那县令即将要举行，那实际上所有的选手高达7000个人参与。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管理合作可以保庇，让整个典礼可以顺利平安。那选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，那大家不要去受到运动的伤害，所以在这里很高兴可以各界做会来参与，还有这么多辛苦的工作人员，我们希望整个县令的比赛平和圆满，那大家可以取得到最好的成绩。县长翁章梁的表示，近年嘉义县的体育环境一直在改善，运动竞技方面便利更多经费招聘助理运动教练，补助选手参赛的费用。全民体育方面由卫生局来负责，鼓励所有的年龄层的民众维持运动习惯，较会有强健的身体。世新新闻中心番禄乡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